大家好，我是今天的授课老师王睿智老师。我今天要来讲解的是一立方公尺，等于多少立方公分？这个题目，那一立方公尺就是1m³。首先，你想想看，一公尺等于几公分？一公尺是不是100公分？那一立方公尺是什么？100的几次方？三次方，对不对？那100三次方就等于100乘100乘100，所以就是什么？100万立方公分，也就是100万立方公分，就是一后面几个零？6个零，这很重要。希望今天影片对你有帮助，好，谢谢各位。